在演讲开始之前，我们先由 CASE 台大科学教育发展中心主任为我们介绍今天的讲者，我们欢迎陈主任。谢谢各位观众，大家好。刚刚已经宣布了，我们今天是第七讲，是 double feature， 表示说我们有两位璀璨的女性科学家替我们介绍另外两位国外璀璨的科学家，一个是在地上的，一个是在天上的。那上个星期我们已经介绍过林依依教授，大家已经熟悉哈。我们很高兴今天请到我们中央大学的马国凤教授。那我很得意的一件事情是，去年我在找马国凤教授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即将要获得国内的一个大奖，才刚找了他，就宣布说他获得我们国内应该是第四届吗？第四届全国女性科学家奖，这个是全国的大奖，不得了的奖啊！那。那我们非常高兴他今天能够来到我们中间。他是国内的地震专家，我不知道您今天会讲一点自己的研究的东西吗？穿插一些，那就表示说，说明留给我们将来有另外一个机会可以请他来讲他自己的。他自己最重要的工作在921地震的时候，是立刻在921地震的第二天就进到现场，用徒步的，因为那时候交通全断掉，徒步的进到现场，然后创造了一个跟国际的科学家一起研究，像921那么巨大的地震的一个机会，能够找到一些可以探究，因此用地质的数据来探究地震的一个研究，像这样子的机会，以及他后来得到的这个荣誉。我们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请到她，可是她今天要讲的是另外一个女性地质科学家，是雷蒙，好像是英格雷蒙是吗？那她是比较在地核方面要做的研究。另外一位是Joanne Simpson， 是林依教授要接着介绍的。那她是做天上的东西的。听说是第一个研究陨石学的一个女性的科学家是吗？后来研究云的 ，OK。那我们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请到两位。当然上一个星期我给了一个我们的纪念品给林依教授，今天我就给一个纪念品给我们的马国凤教授，好吗？多谢。让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马国凤教授。谢谢陈教授的介绍，还有谢谢 CASE 有关一系列演讲的这些伙伴们啊，谢谢各位朋友们今天来听我的演讲。其实今天不太像演讲，今天我觉得像是聊天。我只是想要来跟各位聊聊说，身为一个女科学家，跟多年以来全世界所有女科学家在整个科学的发展上面的一些贡献。那当然我琢磨特别多的是有关于地球方面的一些发现。所以今天所讲的题目是探索地球的女科学家，而这个地球从外到内啊，那外的部分我就交给林依依老师，她等一下为我们介绍。那我今天要跟各位讲的是看到地球内部的这些发现。在讲这个主题之前啊，其实是我个人的心路历程了哈，就是我大概在将近30岁的时候，刚从国外拿到博士学位回来的时候，我的生活有很多的挣扎。因为我那时候小孩呢，一个是3个月大，一个是3岁，然后又刚到大学去教书，生活的充满各种不同的生活的选择，不知道如何是好。那当我充满着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我喜欢去逛书店，我就看到这本书，诺贝尔奖女性科学家，所以这大概是我将近就透露我的年龄了，好了，将近15年到20年之间，买了一本书。那时候当然我不是为了今天的演讲而买的，而是那时候我想要去了解说，这些女性科学家是如何做到他们要做的。我不能讲说如何成功的啦，因为我觉得科学没有所谓成功或不成功啊，不是说这个女科学家如何成功的，我不想去定义她叫做成功。我只是想要去了解说他们的学习经验跟他们的工作经验是如何达到他们所要做的科学的目标的。
他们如何去排除生活上的各种状况而达到他们的目标。那当我在看这边这本书里面它的前言啊，因为为了这个演讲我又把这本书又翻了一次啊，还是有很多感动。那里面他又讲到说，在300多位的诺贝尔奖得主里面，女性的诺贝尔奖得主仅仅只有9位，也就是说她只占了3%，至少10%，对不对？那不然也要30%嘛，对。现在人家说那个研讨会里面一定要30%是女性才可以，这个会议的记录才算是可以接受的。当然我在看这整个过程的当中呢，我觉得我的心得啊是这三个标的。坚毅、智慧还有支持。坚毅呢，我是觉得在座很多是男女中的学妹啊，都还是10几岁，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那种坚毅是很难去形容的坚毅，因为那是你知道你想要做什么的那种坚毅。那种坚毅是当你有挫败或是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在你旁边的时候，你还是觉得说我这个选择是我要的。那这样子的话语需要智慧，而这个智慧呢不是智商哦，智慧跟智商是不一样的哦。智慧是你生活学习的经验帮你判断你觉得你应该走哪个方向我一直在强调说，这个不是代表你要走成功的路，很难 define 什么叫成功。成功不是别人给你定义的。我觉得在我现在走这么多年以来，我开始觉得成功事实上是你自己给自己所要选择的路的决定性。如果你达到你想要走的选择的路，那就是成功了。不管你是有一番事业，或者是你有像我们女性来讲，你有小孩，你有家庭，这都是一种成功。那支持的一部分是可遇不可求的。我觉得支持呢是要靠机缘，因为人生由你自己在掌握，支持是别人在决定的，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会不会因为要支持你而去做。所以呢，坚毅是很重要的一个专注点，而支持呢是让你这个坚毅不用走得那么的辛苦啊，或许是这样说。那为什么在这坚毅？我想如果你们有机会看我刚刚所讲那几本小说不是小说，我喜欢看小说，都会讲成小说，看几本那本书啊，或者是说现在这次的主题就是居里夫人得诺贝尔奖100年啊，就是1911年他得诺贝尔化学奖，1903年他得诺贝尔物理奖。你只看到他的成就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他好幸运哦，在诺贝尔奖里面他就得到2个。可是如果你去看他的历史，他是让求学的时候女性不见得能够求学的。他做实验是从地下室开始在地下室的实验室做实验，因为那时候不顾女性的科学家。所以那种坚毅其实是一种莫名的选择。我现在有时候回想起来，我也不晓得我当初在20几岁30岁的时候，我为什么一定要觉得说我一定要继续做下去，没有太大的理由我觉得那完全是一种自己生活上的一种行程，而那种行程没有理由的让你来决定说你要继续走下去还是要放弃我到现在还是没有觉得说什么叫对什么叫错，只是我的选择让我继续走下去。那这种坚毅我想也是居里夫人她那时候的一种坚持吧。那当然她有她跟她先生都是科学家，所以她在所有的工作上面她得到一些支持，但是我相信如果没有她的坚毅跟她的智慧，她应该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那当然整个的家庭的支持大家也都知道，他的女儿在1935年也得到诺贝尔化学奖。那当然这一部分但有一定有他自己本身的智慧在聪明度在里面，但是一个生活上的支持跟一个环境的养成让他可能比别人更有机会跟更有经验的得到诺贝尔化学奖跟往这方面走。那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绍对不起，对，还有一位当然就是吴健雄这大家比较熟悉我们中国人的里面一个非常杰出的女的物理学家吴健雄博士。她虽然跟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但是我想大家都知道她在全世界的物理界事实上是有很大的贡献的，包括后来的几个诺贝尔物理奖都是因为她的实验发现而
获得的哈，这就是当然刚刚讲那个杰出女科学家奖，也是我们啊、中华民国吴建雄基金会所颁的奖。所以我想吴建雄博士他在我们啊、整个，我想不止台湾吧，或许全中国也是一样，就对于女科学家的成就跟啊、让他可就 visible 让他可以被大家看到的贡献是非常多的，除了他科学以外，另外的一方面。那一个开始回到今天比较重要的主题啊，其实今天真的有点像闲谈了，我没有讲太多很深入科学的东西。那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位 Inge Lehmann， 他是你可以看到他是从1988年活到1993年，代表说做科学可以活得很久，他活到105岁，所以是一个非常长寿的女科学家。他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经典，他说他这一辈子呢花了很多时间跟那些不值得 compete 的人在竞争， you know, you compete with so many incomplete men in the career。 也就是说在整个或许这个可能比较资深的老师比较看得懂这句话的隐含的意思，也就是说在座如果有些男性我就冒昧了，就是很多男性呢他实在不怎么样，但是呢工作上大家很多把机会要给那些不怎么样的男性，所以呢Inge Lehmann 在他的 career 里面花了很多时间要去跟那些不怎么样男性来竞争而取得那个工作。他是觉得这是所有女科学家里面所碰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跟关键，因为大部分要把 job 给男人、哦、那当然这个是只是那个茶余饭后的话了。那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发现地球内部的内核在5000公里的地方是一个固态的地核。那这个发现以你现在来看的话，你在牛顿杂志里面当然已经看到很清楚地球地壳地寒地心、外核内核等等，可是那时候的发现事实上是非常重大的发现，因为这个发现改变了地球整个的、地幔跟地核的对流的系统，包括磁场的改变，包括太阳系整个的平衡重力的影响等等。这个事实上是在1936年的发现，离现在大概70年左右，改变了整个地球的内部的构造。那这个在简单的描述里面，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的，这已经几乎是一个标准的方式，你在牛顿杂志上看到，如果海洋地壳跟大陆地壳你有一个比较薄的地壳，比较厚的地壳，后来有一个岩石圈软石圈，然后这个所有的外部地upper mantle 上部地寒 lower mantle 下部地寒，然后 outer core 外核，然后 inner core， 那外核是液体， inner core 是固体。那这个 inner core 的发现就是 Inge Lehmann 他在1936年的发现那他是怎么发现的呢？我觉得做科学啊，事实上就是我常常会跟学生在讲的，做科学是你想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OK， 如果别人看到的东西，你再去看，其实当然你还可以 support 一些 data， 但是他那种 finding， 那种发现就不是那么的impact 就没有那么的大。所以做科学，我们常常讲说，科学跟工程最大不同的地方，科学是你看到跟别人不一样，你就觉得哇太好了，跟别人不一样，我一定有什么新的发现将出现了。做工程的说啊、哦、怎么不一样，那惨了，这个我这桥现在要怎么盖呢？因为不一样。所以这是工程跟科学上面比较不同的地方。那刚刚所讲那个地壳地寒地心的整个发现，最主要还是由地震而来的。大家我常在外面讲的演讲都是讲那种灾难性的地震，你可能认为说地震都是比较属于破坏性的，事实上地震它也有贡献的，它的贡献就是让我们了解地球内部的构造，因为整个波从地球的地表一直打动地心穿过去，它就像 X 光一样做个整个扫描，所以呢你可以把地球里面的构造一个一个解出来简单说来，就像我们到医院如果做 X 光或者是做那个声波，那个叫什么我突然忘记那个医学上面超音波，对，就是我就想到怀孕的时候你要放一个 receiver， 然后那我就想到说大家有点像我们地震的 tomography 一样的事实上我们地震学家 tomography 也是医学的名词，就是断层扫描所以我们地震呢它从整个地震的发生然后传到另外一边整个的构造我们就可以把它看得出来。所以呢 Inge Lehmann 他比较 unique 的发现是就是这个1929年在纽西兰的一个地震，纽西兰这是澳洲纽西兰是在这边边了，
那他是一个丹麦的科学家，他是在这个位置，刚好在地球的两边，所以有时候是可遇不可求了。他如果在活在105年的这个生命里面，没有这个纽西兰地震的话，他大概就不会有这个 inner core 的发现了哈。所以有时候这科学是一种机会，也是一种发现。这个以地震来讲，这有时候是要机缘了。像我那时候在念博士的时候，我们就常常都在等地震。这地震呢，如果假设我今天做地球内部构造，这地震如果刚好在隔壁说，哎呀，真太糟糕，这地震太近了，不是我要的啊。地震如果太远了，就是啊，这个地震太远了，最好在那个10度到20度之间刚好发生，那就是我要的。那我们常常讲说，如果你的博士论文是在仰赖地震的发生的话，那也蛮危险的，不晓得你到几年才会毕业啊。但也是相对的哈，就是。像刚刚陈主任提到说我的911地震的时候的一些成就跟工作的东西，那当然我是觉得其实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啦，不应该用那部分来得奖，只是感谢大家的肯定。可是我在做911地震的时候，那种心情啊是很难去说清楚的，就像这次日本大地震一样，日本科学家也是很难说清楚那种情绪。就911地震它是个灾难，但是它又是全世界收集到最好的地震，你看到那个 data， 就是以科学家的角度看到 data， 你是会兴奋的，你会觉得说 ，Oh my God， 这是最多的、最好的、全世界最棒的 data。你在做科学，你感到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你只记得你要做的科学。可是如果你看到他所遭遇的问题的时候，那你又觉得非常的难过。所以在做科学的时候，我常常会忘记之前我在其他地方演讲，我常常提到过说。我在911地震之后，我第二天就出野外。出野外的时候，我看到当地的居民，他们是多么的客观的在生活哈，然后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那第二天我回到中央大学，我开始去做介绍，类似这样子的演讲，介绍这个地震的发现。我是越讲越兴奋啊，我根本忘记这个地震有多大的灾难，我只是很兴奋的一直讲说这地震的资料怎么样，得到结果如何，跟我们科学有什么样的验证。当我讲完的时候。一位学生跟我说：“老师，你刚刚是不是讲的也太兴奋了一点啊？”我才发现说：“哦，天哪，这个是个灾难的地震啊！我怎么可以讲得如此兴奋呢？”从那时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就会一直开始去用更虔诚的心来对待我们的资料。所以做地震学家哦，有时候我常常在想说，是像那种情绪哦，跟一般的基础科学家来讲啊，我觉得那情绪是非常复杂的。像这次的。日本大地震规模9点多，但日本地震资料非常非常多。那日本学家就跟我说：“哎，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在科学上面，你觉得可以有很大的突破？”我就告诉他说：“我不想去想，因为我觉得我不应该去想，因为现在这个灾难非常非常的严重啊。所以那种怎么说呢？在地震上面的东西，你的资料是靠一个大灾难而来的。那你对这个大灾难的发生，是不是应该要更虔诚以对啊？这是我后来开始做地震的时候，我一直在提醒我自己的，我要用更谦虚、更虔诚的态度来面对我的研究，因为它的资料取得不易，而且有时候是一些不同的灾难所造成的。但回到这个主题来讲，就是说以这个纽西兰大地震的发生啊。”这个不是上次，它的位置跟上次 Christchurch Town 的地震是不一样，它是在另外一个断层上面。那这个发生到丹麦，它整个地震波传递的时候，它所收到的讯号。那这个，当然你刚刚讲说那个地震是在1929年发生，可这篇文章是发表在1936年哈。你知道以前没有 FTP 哈，也没有 MSN 啊，也没有什么电脑 Internet 直接可以把 data 收过来的，你一定要。全世界有很多测站，你必须要一一的去询问人家寄过来再看等等，而且要花很多很多功夫去消化这些资料。他在当时哈，就是1880年地震站开始设置，也就是全世界开始布一些地震站，收到一些地震的讯号。之前在那之前都认为地核是一体的，因为我们看到 Gutenberg Richter 那个Continental Boundary 的不连续面。看到波在 Continental Boundary 一个反射，所以认为说地核地幔之间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劈波到了那边就不见了，所以地幔呢地核外地核是一体的，所以就认为全部都是一体的。那这个 Inger Lehmann， 我觉得她一样是一个非常骄傲的女科学家吧，她会讲说她是 Danish seismologist only，
他是丹麦唯一的地震学家，也就是其他人都不是，就是只有他是。OK， 他在丹麦的科学，丹麦的地震学家里面，他发现1929年的地震资料，他看到一个讯号，这个讯号呢是在一个这样子的距离范围之内是不应该被看到的。我等一下会解释给你听哈。其实地震波很简单，在座很多虽然有一些是一般的社会人士，但是我想他都有经验说波是会反射折射的。对，就是一般的斯内尔定理，如果你用中文翻译的话就是斯内尔 Snell's Law。 那你波碰到速度比较快你就会折射，然后速度比较慢有时候你再折射，然后就会反射回来。所以地球内部如果有各种不同的速度构造，这个波在里面会弯来弯去弯来弯去，所以呢你弯到某个角度应该某种讯号就会不会出现。那这样子的讯号等下会提到是因为地核跟地幔的不连续面造成的。可是呢他发现在不应该收到讯号的地方他看到一些讯号的出现，那他开始去怀疑说这个讯号出现的原因，唯一的原因是在地核的内部还有另外一个地核才有可能让这个波折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所以我在讲说这个科学啊，如果你用回头去看就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它就是 Snell's Law， 有多少数学呢，就是 R sin I 除以 V 就是了，对不对？就是入射角跟入射角的速度跟反射角跟反射角的速度就得到啦，如果你去解数学的话。 OK， 所以科学不是在说你的数学有多复杂，科学是在于说你的发现它改变了什么。所以他在做，如果你去回头看这个数学，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理论的新发现，他只是用很精致的科学 的探讨 跟探索科学本身的内在而去发现的东西。我常常跟我的学生啦，但在座很多是高中的同学，可能还没有做研究的经验，我常常讲说我们在做科学的时候常常说我今天的硕士论文，例如说我今天硕士论文是要看到地壳的反射波好了，所以呢我就一直在看地壳的反射波。如果你没有看到地壳的反射波，你就觉得说哎呀我做不出来，因为我没有看到地壳的反射波。但是事实上如果你仔细去看到一些现象的时候，你可能在地壳反射波的前面或后面你看到另外更值得发现的东西，那是别人没看到的。那这种经验事实上是你没有限制你的思想跟限制你的思考才会达到这样子的科学目标。这个大家有讲起来有点笼统了哈，可能我突然忘记郑太林他会记得我以前在上地震学的时候我常常有时候会这样讲的一个东西，就是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或是别人看到而没有去理的东西，有时候才是一个科学的发现。OK， 你好，在整个地球内部的波的理解上来看，这个有点简单的地震学了哈，就是你大家比较感受到的 P 波，就地震波来的时候，地震波是直接这样从地壳或是地幔这边直直的走过来的，这个是 P 波。那么说 P 波的粒子振动跟它的运动方向相同，所以 P 波大概是同时振动是粒子这样振动，所以地震来的时候，你会先感到这样。跑一个 P 波跳上来，代表你离正央比较近。那你有 S 波 ，S 波当然是也是可以这样过来，那它也可能在地核这边反射。那 S 波是横向的波，也就是说，如果是 S 波的话，它的粒子振动是横的。啊，所以地震来的时候，你左右开始摇。所以地震如果没有太大的话，你去感受地震。地震来的时候，如果你离正央很近，它是一个 P 波。然后没多久开始摇 S 波，后来又摇越来越大，那就是表面波，在这地表这样一直传的表面波。那表面波是破坏建筑的元凶，因为它的振幅非常非常的大，它的周期也比较长，所以大楼啊那些都是比较危险的。对表面波，像这是东京这是东北的大地震，你看东京的大楼是这样摇摇，那这个是表面波。那当然这是科学，我以后如果有机会可以谈的议题啦，就是说你在大楼里面放 damper 让你的摇不会摇得太久等等，这是其他的地震工程上面的问题。那就是最基本的 P 波跟 S 波。那 P 波跟 S 波它可以穿透地球内部所以它可以一直走过去，它可以从北极一直走到南极，但你也可以在这波里面各种不同的反射。那表面波呢就是在地球内部走地球外面走。那表面波虽然说在地球外面走，它可能是走到这边它走一圈再回来的，它也可能是这样走一圈再回来的。所以那个表面波如果像
这真的是另外一个议题，跟 inner core 没有关系。但是事实上，地球本身啊，除了表面波振中心，它也会这样膨胀收缩。因为地震如果够大的话，整个地球内部的体积跟那个它的震动会开始一直改变。这个是表面波的部分。那这个 inner core 的部分，它就是靠这些波的反射折射看到它特殊的现象。简单说来，就是刚刚所提到，你表面波这样走 ，P 波呢，它会如果能量够强，它会一直在各种不同波的反射折射。那我刚刚所提到的 phase 就是类似在 inner core 在你看你波如果这样走，你可能在某个地方不见看到讯号，但是它在看到这个 inner core 跟 outer core 的反射有另外一个讯号进来，它的在丹麦所收到的就是这样子的讯号。所以那个是要非常非常 delicate 的研究才有办法看得到。所以简单说来，就是你在地球内部的构造里面来看，你的直打波一直走，因为内核因为外核跟地幔它的速度是不连续的，所以你的波到这边一折就折到这边来。那这一段大概是103度到143度这一段，我们称它为阴影带。如果你在地科可能是必考题吧，叫什么叫做阴影带的必考题。这 shadow zone 你应该看不到 P 波，但是呢，你现在开始看到一些特殊的讯号，就是这个地震波在这边，在 inner core 这边，然后反射过来。就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讯号。这个就是Inger Lehmann 他在1936年啊，应该说1929到1936年之间，他在不同的车站里面看到的地震波的讯号。那很明显的一些车站，就如一般的 shadow zone， 你的讯号非常非常的小。但是呢，他在其中一个站看到一个非常强的讯号。那他怀疑这么强的讯号造成的原因，只有 inner core 是固体让它反射，才有可能有这个讯号出现。好，那从此验证了 inner core 的存在。所以你说这个发现到底伟不伟大？你如果要去直接去看，就我提到刚刚说的，你要去看它的科学讯号，你就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就高中科学就会了，对，高中就学过 Snell's law 了，对不对？啊，但是所以我觉得做科学啊，研究态度的训练有时候比理论的发展还要重要。但基础理论是很重要了，基础理论你可以做了一步很扎实很扎实，但是研究不在花俏，而在他的精神。因为我觉得我在大学这么多年了，有时候一些学生会被花俏的科学给迷惑了，就觉得你要做出非常非常炫，然后非常耀眼的东西。但是有时候一些基础科学的发现，就是这么的踏实跟扎实的一个发现哈。那这个是他的重要的发现。那当然，他从1936年提出这样子的验证，提出这样的发现之后，到1970年才一一被认证哈。因为你知道科学是这样，你发表出来，不见得每个人都相信你 ，OK？ 你发表出来，你发表在文章，你就算你发表在 Nature and Science， 他还觉得说啊、oh, ，Who knows？ Maybe something's wrong， maybe just 反正就各种不同可能的那个 challenge 挑战在面对你的发现。但是他的发现在1977年就一的被验证，就是你去摆了更多的车站，你去做，你刚刚是纽西兰到丹麦，那在另外呢，你如果到加州的地震传到例如在欧洲的某个站呢，你会有不同的假设来看。那甚至在后面这个是不是今天的主题，但是可以提到，就是 inner core 跟 outer core 变成固体跟液体哈。那大家也知道地球会自转，对不对？大家认为要地球自转，那这个侦探员就很熟了，因为是他们学校的老师，是我以前在 Caltech 的同学宋晓东。宋晓东是我在 Caltech 的同学了。他那时候做博士后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地球内部的转的速度 inner core 转的速度比地球自转的速度还要快。那发表在 Nature 在的封面，是在应该是1998年的时候的那个发现。那当然是由这边开始。那他，我想泰林应该很熟了哈，就是他那个发现事实上受到很多很多的冲击，因为你地球内部是一个最大的质量中心。大家如果有点地球概念的话，就是地球的内部是铁镍合金，是所有的地壳里面最重的位置。所以你如果 inner core 走得比地球还快的话，它就像一个发电机在地球内部里面。它的电磁场会跑得比地球本身的磁场还要快 ，OK？ 那这个发现大家受到很多的挑战，所以它虽然发表在 Nature， 还是被大家这个四面八方想要验证说它的发现是错的。那后来它又发表在 Science 来验证说
他看到是对的，所以他说被攻击也蛮好的啦，因为后来又有一篇可以上 Science。 好，那 他的发现也是一样，就是从刚刚类似这种 PKIKP 啊、哦，对不起啊、哦，这个有点专有名词，就是说这个 inner core 的这个反射，他发现这个地震在这个位置，接收站在这个位置，如果你永远内核不动的话，你的这个时间的倒时应该要固定的。可是呢，他发现他，我记得我不知道是100年的地震资料吧，他发现同样的地震发生，同样的车站，这个时间呢是 delay 的，而且这个时间的延滞是系统性的延滞，暗示说这内核有在转，才会造成它的时间有一些延滞。好，所以这是一样的，就是在整个科学的发现上面，有时候是用一个非常细致的角度来看科学，你会看到比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就跟这边的主题一样，就是不一样的科学哈，你会看到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那就刚刚提到的，他这样子的发现，到1970年被认定了之后，当然地球内部的热对流，就是整个地球内部板块是怎么形成的，板块形成的时候它一定有个热上来然后再下去啊，那地球内部就像一个发电机一样，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磁场，所以呢这个整个磁场的改变，或者是现在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都知道，对我来讲一般的常识就是说，我们知道磁场会反转啊，北极跟南极磁场会反转，为什么？其实我们地球科学家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模拟出来地球的磁场，南北磁场如何反转，我们只是发现啊，我们在海洋板块里面看到这个磁场正负正负的排列，所以暗示磁场是会反转的，但是物理原因还没有模拟出来，是怎么样的机制让它磁场可以反转啊，就算我们现在有 inner core 的发现，还是有一些争议在里面哈，就是或许刚刚所提到的那个宋晓东老师所指到的 PKIKP 内核转得比较快，是不是造成磁场改变 的物理机制哈？那这科学还在探讨了，还没有看到具体的成果，所以这个是整个它的内核的发现对未来的地球科学的重要的贡献。那回到地球的历史哈，其实我蛮喜欢历史的，刚刚提到说我高中为什么选择自然科学那样，其实我在其他领域常常讲过了，因为我很喜欢数，我也喜欢英文，也喜欢历史，我也喜欢科学，所以在高中选组的时候还真是令人挣扎。但是以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它让我的整个的科学的想法更圆满。因为我觉得历史是非常令人着迷的地方哈，就像我去看那个科学女科学家的这些传记，也是想要了解他们历史，他是如何。所以我喜欢看自传，我就想要去看他们整个的生活方式是怎样子的。那这个地球的历史呢，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发现。那当然呢，在这里面几乎都是男士了哈。那我们就先不去管男女的问题，反正就是他们发现地球的一些特性。然后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呢，他都是没有一开始认定说我现在就是要来探究地球长什么样子，没有啊。我想应该也没有一个人他认定说我就是要多大伟大的发现，也没有这些里面的每个人，我觉得他只是好奇，他的出发点都是好奇。所以从西元前的276年到1995年，这个应该是一个希腊的学者，他得到地球的圆周，地球的周围到底有多长，他可能在路上走就觉得说这地球到底有多大啊。OK， 他就是看一些特别现象，然后等一下会简单讲一下他的想。那在接下来你看到很多大家现在很熟知的东西，包括牛顿在里面的重力 ，OK， 或者是我们讲说他在苹果树上看到一个苹果掉下来，所以他为什么不往上飞，要掉下来？啊，我们常常会被常常就觉得说，哎呀，为什么不让苹果砸到？不然的话，地心引力就是我发现的。我们可能被砸到昏了，也没想到地心引力这件事情。我们可能一天到晚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哈，所以很多东西。但也靠他们的智慧，但也靠他们对世界的好奇。那真正对地球开始探讨完全整个构造，事实上是在19世纪中了哈，大概是1857年开始。但是在早期，也是在19世纪中，包括居里夫人探索到这些放射性元素。那以前的放射性元素，以前一直认为地球会有放射性的关系，是因为太阳，是因为整个外太空的磁场。才造成这些所谓的辐射的，那是慢慢的才发现说，地球内部里面就有很多组成，它本身是有辐射的，
啊，当然就是化学周期表常常看到几个那个烂系元素、阿系元素那些很难背的那些单字，就是烂系、阿系元素。那这些发现当然在十九世纪中期在法国是非常重点的发现，所以包括现在大家都在讨论核能电厂的事情啊。日本的核能电厂发生这种事故之后，全世界都在探讨核能电厂。那大家，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法国是全世界核能电厂做的最多，他们供电核能电厂供电是占全国的60%以上，我们台湾大概只有20%啊。那德国他说要非核家园，可是德国是从法国买核能电厂过去的哈，所以他们可以非核，因为这核能电厂在法国。那为什么他们会有那么多的重要的发现，包括他们的核能专家几乎都是在法国，包括日本这次东电的一些问题也是法国的核能专家过去，因为他们从十九世纪中法国就是做这些核能发现的重要的研究基地，所以他们的在核能发现方面的工作是非常强的。这有点题外话了哈。那但开始跟地球内部比较重要，就是从1857年从那个 Moho 这个忘记是捷克人还是哪边的人得到 Moho discontinuity， 就是你们地科课本都会看到的莫氏不连续面，哈，就是它。开始知道地壳的存在，然后呢，在 Gutenberg， 这是我非常崇拜的科学家Gutenberg， 你叫做古腾堡不连续面，对不对？你们的翻译就是股市不连续面，就把它简单就股市 ，Moho 这个太长了 ，Gutenberg。OK， 那他就讲到地壳跟地幔的边界。我在去美国念书的时候，我是88年去美国念书，我去加州理工学院，那。加州理工学院是我非常崇拜的学校，我可以去那边念书是让我人生中是一大幸福的事情。我那时候在 Seismal Lab， 就是 Caltech Seismal Lab， 就是它的地震科学研究所里面呢，有一间教室叫做 Gutenberg Library。我进去的时候是充满虔诚跟感动的心情走进那个图书馆。好，你就觉得说你在做科学的时候，然后呢，你进入到原来这位大师他当初做实验的那张桌子，真是令人感动啊。那我那时候又要到 Caltech 的另外，但我毕业之后，我后来去 Caltech 访问，然后我当学生的时候，但没有机会住他们所谓的教室的招待所。当我回去访问的时候，我本身已经是在学界工作，所以他们就帮我安排一个就是他们所谓的 guest house， 他们的访问的那个 whatever， 就是 hotel 之类的。然后他们跟我讲说，这是当初爱因斯坦住的房间，我就觉得 Oh my God， 我就觉得真是太感动。我连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觉得在做梦，说哇，我跟那个爱因斯坦 share 同样的一个房间。我当然已经重新 remodel 过了，但是我就是那么容易受感动的人，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太令人感动的科学。OK， 这扯得很远了哈，但是如果你有机会跟我一样感动的话，就代表你爱上科学了。我就是对科学的每一个人。每个人发现我都是充满了感动，所以我就觉得我没办法去选择放弃科学，因为我现在有太多的感动了。那我当然不敢把我的成就跟他们相比，我觉得我永远比不上。我只能是说，因为这样的感动让我持续做我的工作，我只能是这样子来看。那当然，那个 Lehman 在1988年到1993年，在他的生活的年代里面，他发现地球内部的固态的 inner core。那在93年，你看我是1988年去美国念书的，所以呢，在我念博士的时候，事实上还有5年的 overlap， 虽然我没有看过他，但只要他在 AGU 的时候，就是美国的 AGU 的时候，然后提到的呢，我就非常非常感动，然后他们都颁一个那个 Bowen Medal 给他，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奖等等，这个是。这个 Inge Lehmann， OK， 简单的来描述一下，整个的发现哈，你会看到说这科学都简单到不行，科学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他在西元前的事情呢，他只是看到这个太阳光进来的时候，为什么那个入射角会不一样啊？一个在水井里面在喂啊，一个是拿一根筷子，可是入射角的角度为什么会不同？还有从这入射角的角度就决定了地球整个的圆周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个真的说出来就是一个好奇。当然我也不知道，我都不认识他了，但是我在想，或许他也是想了好久才想到这个方法，也不一定呢，你知道吗？做科学有时候是一种凑巧，有时候是你绞尽了脑汁，他可能因为完全不认识他，所以离我们实在太遥远了，
他也搞不好是他穷一辈子就是在想要了解地球的圆周周率，然后他想尽了各种不同的方法都解不出来。有一天他睡觉的时候醒来，突然想到说：“哇，这么简单！如果我把它在相对的位置放不同高度的东西，它的角度会不会不同？”答案搞不好就出来了。所以科学的东西是很难讲的。所以，他讲科学如果做不出来的时候，去外面散散步，有时候是有蛮好的灵感的哈。这就是这个一个很简单的发现，但是都很重要。这个也是一样。发现地球是一个磁场，对我们来讲它都是尝试了哈。那也是在500多年前的发现，它也是一样，一个磁铁在地球不同的位置，它的方向不同，发现说哦，原来地球本身就是个磁场啊。这个一讲出来就没什么了不起的感觉。OK， 那这个当然是很有名的啦。我想在座的同学们，或是不管是一般的社会人士，大家听到说比萨铁塔歪一边啊，那你发现你东西掉下去。速度都一样，不管你是丢羽毛还是丢铁块，当然你羽毛有浮力啦，所以你可能会比较晚才到，但事实上是完全浮力让它变慢，所以所有的物体它掉下来的速度都是一样的，就发现了重力加速度，那就发现了加速度的存在。OK， 那当然这个是大家都没有它，我们接下来的物理就做不下去了哈，就是牛顿的运动定律，还有牛顿的万有引力。啊，平方之 gmm， 这绝对是必考题啦，对吧？高中物理的必考题，F 等于 r 平方 gmm， 这两个东西，两个物体已经本身有自己的吸力，或者是小，你们现在没有啦。像我们国中的时候，不是老师都会打人吗？那考试考不好，那90分及格，如果你考85分就打5下，80分就考10下，被打得很痛。那人讲说，其实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老师也很痛，而且老师只打你十下，他可能打全班他打了100下，其实老师自己被打了100次呢。所以老师其实是比较痛的，可是我们是女校啦，好像我们念南洋女中或是我们国中是女生班，老师对女学生通常都蛮好的，所以女生被打的机会不大，通常是在月考考完的时候都看到隔壁男生班每天这样啪啪啪一直打，然后女生班就都还好，所以有时候男女到底要不要公平也很难说啊，或许也是要公平的，让男生不要被打，对不对？不是说男女公平让女生被打，是说大家都不要打。但是现在大概不能体罚了啦，哈，现在体罚当然就很严重的事情。只是我们常常在国中、高中的时候，就把我们自己学到的一些物理现象会运用到我们的生活，说，哎，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或是妈妈打小孩屁股说，哇，好痛啊，因为反作用力也蛮大的。这个是，那牛顿运动定律，但后来当然是行星的体系哈，太阳、月亮啊、地球整个行星的体系，就这样我想到说。那个王老师说台湾会有个15级的大地震的那个故事，我们被他也害得很惨哦，因为一堆记者一直跑来问那个苹果日报记者吧，自由时报记者打电话来问我说，你知道那王老师？我想说我们中央大学一个王老师，我们王老师说什么话？他说会有15级的大地震，我的 comment 是什么？我说不要 comment 啊，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来探讨这个，来讲这个不合实际的问题，但是。那个他们所谓的，当然我不是完全懂啦哈，但他们以他们那种有点像卦的那种角度来看，事实上就看行星的体系的吸引力，在那个时候是整个地球行星的体系的那个引力是最强的时候，所以不止台湾有这样的报道，你也听到说意大利罗马有这样的报道哈，甚至美国有这样的报道，那事实上就是整个行星的体系它的引力的作用，那这种引力跟地震发生的关系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成果，也不觉得它是相关的。好，来回应一下那王老师讲的话，好，就是它有引力的存在是没有错的，但是地球整个的潮汐是不是会影响地震的发生目前并没有看到它的相关性啊。那另外当然也是，这个是 Lord， 是一个爵士哈，这个他所得到这个刚刚的重力长度，有些科学哦是让有钱人家在玩的科学，尤其是像我们做这种地球科学，刚刚那个发现可能就要饿肚子，因为你发现地球有重力加速度，好像也不能让你多分一个股份或者是那个多增加一个公司哦。我记得我以前当我那时候，但大家对地震很陌生，他们每次都有人问我说做地震要干嘛？我想说，对啊，做地震是不会让你发大财啦。但是如果知道地球有地壳、地寒、地心，那不是就是人类存在的必要性吗？因为人类因为思考而伟大，人类不是因为赚钱而伟大，他们就不说话了。可是他们心里或许还是觉得是说，赚100万可能比了解地壳到底长什么样子还要重要，也不一定哈。所以这些真的是人生的选择，人生的选择真的没有对错，也没有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
这完全是你自己想要决定你的人生是怎么样走的哈，所以我也不觉得他们是错的啦哈，我只是有人这样问我的时候，我会用这种方式是回答他们，可是我这样讲出来好像还蛮尖锐的回答 ，OK。那另外当然是大家比较熟悉，也是这个 case 这一系列讲座的缘由，就是居里夫人他们跟他的先生Pierre Curie 他们发现的这个放射性元素。我到法国六大就是Pierre and Marie University， 就是巴黎六大，还是很感动哎，虽然那栋楼实在很丑，我想说。这么伟大的大勋，这栋怎么那么丑啊？因为二次大战被烧了，所以他们就盖起来的话，就是丑丑都是铁的东西，所以还是很多令人感动的地方。因为我这几年跟法国很多合作，让我开始爱上法国，所以讲话可能有点偏颇了。例如我到我不晓得在座很多同学大家不知道什么叫 Fourier transform 傅立叶，高中大家没有听过傅立叶啊，到大学以上大家都听过傅立叶转换的傅立叶。然后你到格诺伯大学，这个是傅立叶 University， 就是傅立叶在这边发现的傅立叶转换。我想说，哇，这个傅立叶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傅立叶 transform 吗？他说，对，就是他。所以追求名人的角度还是蛮令人兴奋的了哈。所以我可能还是有点追星族的感觉。OK， 这是做科学另外一个感动的地方。那当然就是Moho 在1857年，在1936年他的生涯里面。他发现地壳跟 upper mantle， 地壳跑得比较快，大概跑得比较慢，大概6公里每秒，那地幔大概比较快，可以到8公里每秒。从这样子的速度来看，这个地球的内部开始的构造开始出现。那刚刚所讲的 Gutenberg 就是你们所谓的古式不连续面，它除了古式不连续面之外，还有重要的发现是发现这个以沫带，就两个板块开始撞在一起的时候怎么办呢？总要分个上下吧。那一个密度比较大的开始往下走，就是我们说的以沫带，那地震都在这边发生，很多地震在这边发生。那这个叫Benioff Gutenberg， 就 Benioff zone。事实上在那个当时在日本有另外一个学者叫 Watade， 他也是发现了这个以沫带，所以我们常常会称它为 Benioff Watade earthquake zone， 就是整个以沫带的出现。啊，那整个的以沫带呢，了解了整个地球的形貌，从中央脊让地壳出来之后，然后开始碰到另外一个板块，大陆板块开始往下俯冲。那在这边呢，就很多岩浆的摩擦产生热，热出来之后产生火山。所以你看，火山都是一连串的岛弧，像夏威夷这样一个小岛、大岛，然后连得很漂亮哈。啊，它有一定的速度在走。我们等下会提到这个大陆漂移，或者是这个火山，让我们有很多温泉可以泡，例如在阳明山有很多温泉可以泡，因为火山它下面这个热让它的水呢加热。或到日本，我们最喜欢去日本泡汤，对不对？因为日本的岛湖它很多很多温泉啊，像这样的岛湖，一块一块的岛湖啊，那种。但相对的，因为你两个碰撞在一起，这边就是很容易产生大地震的地方。日本的东北大地震就是这两个板块边界，我们称它为 trench 海沟，这个位置这一串从这边一直破一系列的，破了500公里长。500公里长，你知道台湾南北多长吗？就是500公里啊，所以它就是这样破下。然后破多久？大概3分钟吧，就啪啪啪啪全部破过去。那你说东北大地震，它破500公里，但因为它宽很大，它这次宽也破了将近200公里。大家应该还有印象，一个大海啸，2006年的大海啸。但这次日本大地震大海啸也很令人震撼了、2006年南亚大海啸，死亡将近30万人的那个大海啸，它破裂多长呢？1500公里，是我等下提的，在印尼整个岛湖往前往后破了3个台湾这么长，所以它规模很大。那当然，这是日本的大地震但我在杂志上面也写的蛮多的。日本是防震，在整个防震体系在全世界是做的最好的，虽然它还是不幸有2万多人死亡或者是失踪但是如果这样的地震发生在全世界任何的国家，它的灾害绝对不止如此。它的 tsunami warning 做得非常好，它地震 warning 做得非常好，它的建筑防震做得非常好。当然还有 不足的地方啦。那我们台湾在这3个月一直在检讨，就是我们台湾在这方面如何再把这个样子的防灾的体系跟准备可以做到更好。那日本为什么会做这么好的原因，当然是他们历史性以来，他们有很多历史的大地震。因为我今天不是讲海啸，不然我也喜欢讲历史，就是好，我还是讲一下好了。我先到下一张图。
我们有世界地图。哎呀 ，OK， 好，我在讲，这个是日本的这次的地震，整个断层这边破。我要讲的历史是啊，我在一样啊，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碰到一个博士后，他叫做 Kenji Satake， 他是做海啸的，实际上我海啸研究是跟他一起共同做的。他那时候要回。他事实上先到 Michigan 去当教授，后来又回到日本，他现在在日本地震研究所。他那时候跟我说，我这人生的最大的志向跟我未来的科学研究，就是要了解日本的所有历史海啸，就是日本的所有历史大海啸是怎么发生的。后来在2006年南亚大海啸还没有发生之前，那规模 9.5 地震还没有发生之前，他在2005年的12月，我记得那时候是 AGU， 2005年的12月他发表 一篇文章在 Nature，他提到说1700年工程，就是这一次的工程，1700年所发生的这个海啸高度达到12 feet， 大概是3到4公尺高的这个海啸，这个地震呢是从美国来的 ，OK， 那个地震是从加拿大跟 Washington 边界的，因为我是临时想要讲那个，所以我没有准备那张图，我看一下第一页是不是可以看到，抱歉，我刚刚讲太随性了，好了，我找不到，算了，我还是不要耽误时间好了，时间有限。哎，我怎么样飞到回到最前面呢？这个新的版本我不会。我应该第一页，我只是第一页看看有没有那张图。这张或许可以，这张呀，第十张第十页可以。OK， 好。在哪？好，那个地震呢？它在1700年，我说它是唯一。可能可能也知道那个泰联在是 JGR 里面有中文的文字在里面，它是在1700年，那他们的宫城县的县志有提到说，在1700年的时候海啸高度淹到某高度位置，所以要提醒后代子孙应该要注意到海啸的侵袭。OK， 那他当初看到那个文字都想说，1700年日本没有地震啊，1700年他从头到尾翻遍所有日本的历史地震文献没有地震啊，结果呢？发现地震从哪来？地震是从这来的，但美国可就紧张了，就是这大家已经知道了，就是这个subduction zone 在 Washington 边界，这个地震呢，如果要传到宫城县，要达到12 feet 的宫城县的这个海啸高度，这个地震规模必须要9.5。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天哪，9.5可能吗？我们那时候听到7点多就已经觉得哇。太大了，8点多根本不可能。现在 scale 越来越大，就是要9点多。那后来阪神那个后来这个苏门答腊地震发生之后，它的规模是9.5，所以当然美国现在当然很紧张，代表这一带事实上是有产生规模9.5地震的潜力的，就是它在历史上是曾经发生过的。这就是历史海啸的部分哈。OK， 我下面还有一个演讲，所以我还是讲快一点。我刚刚讲说。我尽量可以把我的时间再讲快一点。那整个台湾，事实上整个板块的运动来讲，就是从日本这样一直过来。那台湾就 Gutenberg 的隐没带，事实上就是让整个台湾的地震活动啊，在琉球这边，在马尼拉这边，甚至现在大家讨论马尼拉海沟有没有潜能变成一个大地震的海啸，这是我们现在在探讨的了哈。就整个台湾的地形跟整个Gutenberg 的隐没带有很大的关联。你看呢，台湾那么小，但是呢，隐没带就是所谓的。Benioff Zone 过来在北边在南边，所以台湾地震非常非常多，那你在地形上面但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它整个 trench 的变化。 OK， 那当然整个隐没带下去我每次在上地震学的时候我都 会问同学说，你们想过隐没带一直下去然后呢它到底掉到哪里去了嘞？ OK， 它就融化了吗？它就不见了吗？事实上它整个下去之后，因为它密度很高，密度比较大，它就慢慢掉到 Comento Boundary， 就是 Gutenberg 的股市不连续面的那个位置。那那个位置你就开始脱出来，因为它密度比较高，然后又比较热，热以后它密度变轻之后，它就开始往上走，就形成所谓的 plume， 就是中文叫什么热柱在那个 plume 这样上来，那夏威夷岛下面就刚好有一个热柱，所以那个热柱呢就一直在那边走。刚才你板块在走，就像这个大陆漂移从几百万年一直到现在，你大陆漂移板块在那边走，可是热柱一直在下面，热柱上来就把你形成一个岛，
后来又过去了，后来又一个热柱，所以你看到那个夏威夷岛就这样小岛大岛就一串排起，而且刚好是一个弧形，就是整个板块漂移 的追击可以看出来。那我想这个板块漂移的事情大家应该都蛮清楚，你会看到整个现在所看到 的几个路块几乎可以拼图把它拼起来的，好，那就是因为整个大陆漂移整个漂移得出来的结果。那当然这跟刚刚所谓的 inner core 或者是说cometary boundary 的发现让整个地球对流产生这个漂移的结果，那这部分当然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可以讲的啊。那到了20世纪初开始就把地球构造开始已经建立出来的从地壳地幔到地心，甚至它的厚度它的速度全部都解出来，包括它的密度。那我还在前几天在上课才跟学生说我们现在 supercomputer 跑得多快，对不对？我们那个 cluster 现在所谓的云端科技，你可以很多东西在云端，然后就可以算得多快，算得多精准。可以想想看，在那个年代1906年甚至1930几年地球构造开始出现的时候，它没有计算机的，它就是靠手这样直接算的，它算出来的构造跟我们现在用超级计算机算出来的构造没有差多少啊。OK， 我们只是把小数点可能那个准确度增加一下而已，但是它的整数位几乎都没有问题的。所以代表说以前的科学的这些科学家，他对探索物体本身的奥秘，他是花了很多功夫的。所以除了英格雷蒙，他俩是在将近这1993年，大概是20年前的不幸也不能算不幸啊，已经105岁了，应该是说过世了哈。那现在当然很多伟大或是成就蛮好的女科学家，那我这边提到一个例子，只是就是另外一个我非常崇拜的科学家是 Barbara 她本身是波兰裔，她现在在 UC Berkeley， 她的UC Berkeley 的 Director 做得非常好，她也是在探讨地球内部的构造等等。那我一直要强调的地方是说，我们越来越多女科学家投入地球科学的领域，我不晓得其他领域如何哈，地球科学家越来越多女性的科学家投入，而在美国另外一个学会叫地震学会 Seism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他在5年前开始颁布杰出的杰出青年科学家不是 female， 只是 young early career scientist， young scientist， 结果都是女的，连续5届都是女的，只有到最近是一个男的彭志刚，一个中国人。我们就说哇，恭喜你，是目前唯一得到年轻科学家的男士，其他四位全部都是女的。所以代表说女性科学家事实上现在在整个地球科学领域吧，因为我想应该其他领域也是一样。那其实慢慢进入结论，就是我没有讲太多英格莱蒙的故事，其实我只是借由他的故事开始引导一些我的生活的想法跟科学的一些发现。那我刚刚也在提到说，其实我一直都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并不是一个强烈捍卫女性主义的人，因为我觉得没有所谓的女性主义或者是男性主义，只要能够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它就是一个最佳的生活方式而且我还是这么认为，女性事实上在社会跟家庭里面占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性那当然是跟我们女性的天职有一些关系所以在不管在座的社会人士，但你已经有一些生活历练了，可是在座的很多高中生，我不是在这边告诉各位说你一定都要变成一位女科学家，那是没有必要的。我只是想要告诉你，如果你想要做科学你就做吧，但是你不需要定义自己以后要变成一个成功的女科学家，因为生活是在不同的经验里面去累积的。那如果以女性来讲，你要选择一位选择当家庭主妇，要当一个妈妈，把小孩子带大，或者说家庭所有付出，她也是伟大的。OK， 不是说你一定要做一个女科学家或者女企业家，你才是伟大，没有所谓伟大或成功，完全是你自己的选择。那这个选择事实上是靠自己的智慧哈。那吴建雄博士他曾经讲过，在以女科学家的角度来看，他说从未有如此的人在如此艰困的环境中做出如此多的贡献，这有点拗口，应该是英文讲的比较顺哈，就是有点 rhyme， 就有点押韵在里面。我只是说这个是有感触的，也是说如果你选择了当一位女科学家，你一定有很多生活中的挑战。我在十几年前一个大气系的男同学，其实他碰到我跟我说，老师我发现只要是女教授做的都非常好，
这个感觉很骄傲哈。他说他碰到的女老师都做得非常好，我就跟他说，其实是可以想象的，因为每位女教授都是过经斩将，这个一步一步走上来，因为你有太多挑战了。首先你要念硕士，说啊，女人家干嘛念那么多啊，对不对？为什么要念硕士嘞？你要念博士，哦天哪，你这样怎么嫁得出去啊？念到博士，你那博士就说，那你什么时候要生小孩？你什么时候要结婚啊？对不对？那你一结婚说，你什么时候生小孩？你小孩要赶快生啊！你生了小孩就说，哎呦，家庭比较重要，万一小孩都没饭吃怎么办？所以，当你能够坚持到最后，那实际上是这个已经过了层层关卡，不然你要放弃实在是太容易了。我到现在这个阶段，刚刚在聊才说，要让我放弃的想法不是没有。当我小孩出生的时候，我还在念博士班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要我放弃，说小孩都生了，干嘛念呢？我那时候的唯一的想法就是说，天哪，那是加州理工学院呢，我怎么可以放弃呢？我就是这么的拿衣服，我不是说我要多到理科学院，怎么可以让我放弃呢？不是，我想说，哇，加州理工学院呢，我怎么可以放弃呢？我真的觉得我现在好天真哦。然后到我第二个小孩出生的时候，我带小孩子去开会的时候，然后想说，哦，你为什么要带小孩来开会呢？想想也对啊，为什么要带小孩来开会？但是我就是想来啊。所以我小孩去 AGU 从3个月开始去开会，我从小就是他们从小啦，我就带他们去开会。那最经典的一次是在澳洲的时候，我开上去讲，那时候我小孩大概3岁跟7岁左右，我叫他们两个在外面玩，类似这样门关起来，他们在外面玩，在里面讲，然后让他们在那边玩牌。我讲到一半的时候，那个我的老二啊，现在已经要念大一了，他把打开叫妈妈，然后我就看了他一眼，然后再继续讲。那事实上是我的同事们都很好，他就把小孩带出去说：“妈妈，等一下就讲完了。”啊，就是这样子一路过来。你说到底要不要放弃？我实在说不出来为什么，但是就是这样子走到我现在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的关键还是在坚毅跟智慧吧，而且我觉得智慧是占很大一部分。那我也不敢说我有多少的智慧，其实我在40年前，当我非常非常 depressed 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我一直跟说我没有信教，但是我一直想说，上帝，请你给我智慧吧，我到底该如何是好。那所以我对智慧有很大很大的很大很大的想法，因为我一直告诉我自己，我需要有智慧，我需要有智慧来面临我的问题。所以这大概是我今天的演讲，谢谢。谢谢马国凤老师。那接下来我们请林一教授帮我们进行接下来的演讲，我们欢迎林教授。大家好，我刚刚听马老师讲到，我自己都已经就是好像就完全 out of it， 然后现在要突然要唤醒我自己。我应该要跟大家介绍九安思神，所以今天很荣幸，那马老师邀请我来跟他 share 这个时间，那同时也是要来分享一位也是很长寿的大气科学家 Joanne Simpson， 他是去年才过世，不过没有那个 Inglayman 那么厉害，到105岁，他到了87岁，不过还是很了不起。然后他呢，就是真的是一个，就是他到天上去，而且他是真正飞到天上去的，坐飞机观测云的女科学家。那是世界上第一个女的 PhD， 大气科学的 PhD。 那她同时也是什么，她当过 The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美国气象学会的主席，那名叫九安斯。然后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说，她同时也嫁了3位美国气象学会的主席，所以总共跟他 associate 有4个美国气象学会的主席，几乎垄断了美国气象学会的大部分的时间。But anyway， 那是题外话。那个，我想特别要谢谢今天的 talk 的内容呢，是 NASA 的陶维国博士，他是中央大学毕业，大气系，后来去美国 NASA 工作。他是那个 John Simpson。Johnson 是他的 mentor， 是他的老板，他跟随他工作了30年。然后后面最后他还写一封很感人的信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他。然后还要谢谢那个 Dr. Peggy Lamont， 他是 anchor， 他也 provide 今天的一些资料。所以看看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往天上飞了， OK？ 这就是 Joanne 的
主题，他研究的对象就是云。那等一下会告诉大家说为什么他研究云，那他这个云又有什么了不起，又有什么贡献 ？OK， 那他呢是一个非常 adventurous 的人，他在10岁的时候就自己去 sail 在海上，然后就去16岁就去飞行哦。那给大家看这是什么台风，大家都知道。九岸呢，当初研究云，本来呢，等一下会跟大家说，他的老师认为说那是一个小女孩做的事情。当初那种就是真正的气象界大师认为说那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题目。那九岸是死求活求他，求老师要收他，因为老师基本没有人要收他。那他求了老师说好，那你既然这样，云大概是一个适合小女孩做的事情，因为比较简单，然后就是给小女孩去做，结果他就去做。可是没想到那个云的发现呢，对我们后来台风，整个台风 as a heat engine 有带来非常多的贡献。等一下从后面要想，包括台风是为什么透过云能量的传送，透过 the moisture air 从海面一直上来，给台风的那个能量的来源。所以这些是各式各样的云，所以我们看，然后这个叫做所谓的 hot tower， 他跟他的那个先生呢。One of the 先生呢 ，Herbert Real， 但他离过3-4婚了、哦、不过那是题外话，我并不知道原因。OK， 反正他就是一个时代女性，研究了这个 Hot Tower， 认为说呢，在那个时候他就认为说，其实呢对流可以冲到非常非常非常的高，他们就认为对流其实可以冲到非常高，甚至呢冲过对流层顶，那是10公里以上。那那个时候大家都不太相信这件事情，那这个假说一直到30年后才有 NASA 的卫星 launch 来验证，这是最近10年才验证了他当年提出来的 hypothesis。 那先给大家，这是九岸小时候的样子，他是在 Boston 出生的，这是他5岁的时候一样。 OK， 那这个时候然后呢开始世界大战 ，OK， 世界大战。他那时候呢，被因为他对于什么飞行很有兴趣，所以他是 University Flying Club， 他是很有兴趣飞行，所以他是很 adventurous， 他有兴趣翻看。然后呢，他就因为要飞行，他非要研究了解气象不可，他必须要去多修一些气象学，不然那对他影响飞行，所以他就修，越修越有兴趣，他就变成什么这些那个这些啊。Chicago's Fourth War Course 哦，战争的 course， 就是专门训练那个战争的那种，兵军官啊，那些人他们必须要有气象常识才能飞，尤其是空军。那他是其中之一，后来他变成他们的老师，他一直教，甚至教了10年，就是专门教这些军官气象学。那所以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是那个场景是。他很年轻，他对气象很有兴趣，因为他热爱飞行，对气象很有兴趣，所以他就教了很多的军官。那然后呢？结束，1945年结束。那个时候的那个氛围是什么 ？Women told to go back behind the mop， 就是说叫女人回家了，回家去什么拖地 ，and the baby buggy 就是回去照顾小 baby。所以那个时候是整个的氛围 ，OK。那那个时候呢，他很爱热爱气象，可是呢，没有人要给他机会。他讲 ，No woman ever got a PhD， 没有女的哎、got a PhD in meteorology， 从来没有一个女生可以得气象学的博士。然后呢 ，No woman ever will， 这个就是很坏，这一定是男生讲了，没有男生会 ever will， OK？ 然后说 ，And even if you did。No one would ever give you a job， 即使是你真的去得了气象学博士，也没有人会给你一个工作。所以是那个时候是那个氛围跟场景 ，OK？ 所以这就是这种有没有主人女仆型的这种？你们知道四大夫妻类型有一个叫主人女仆型的，你们知道吗？如果你们修过婚姻与相庭通识课，就会发现有这种主人女仆型的四大类型，真的是台大通识课教的，我当年就修过，然后看了觉得相当的。有婚姻与家庭，
我只记得第一第一个类型就是主人女仆型，把我吓坏了。不过在这个同时呢，你看它是同时进行的，它的第一个 baby 出生了，所以它其实呢，就像刚刚马老师讲了，这中间有很多的煎熬，因为它要同时进行它的什么云的研究，同时第一个 baby 生出来了。然后呢 ，Major Breakthrough 在1947年，这是他哦，他跟他合作 ，Rio 就是他的先生。那 shows first aircraft data，Rio 告诉他，那个时候很了不起，是说开始有飞机观测云的资料。那个时候不要说云，大家就好像说诗人看云，那个时候真正有 data 有数据是 Rio show 给他的。那他看到这个 data， 他非常的兴奋，他非常的想要知道说。到底 what's going on？ 他就觉得说，为什么他有这么多的种类形状？那他到底他的重不重要性在什么地方？然后他们之间合作了30年哦。然后接下来就是苦工，他就这个是他当年工作的样子哦。这一堆都是纸啊，都是一些这种图啊，云图啊，云的照片一张一张整理，用手画。看云的 shape， 云的形状，因为他不能做别的嘛，因为他们男生认为说比较重要的东西不让他做，他就被送去这种实验室。你看，这是一张一张的空照图，一张一张去弄，可是他就是很有耐心，一张一张去弄。那这是，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像方老师讲了，他常常在会议的时候必须带着他的家人小孩子去参加，因为没有办法，他必须要同时进行。那这是他的状况哦。然后后来呢？baby 老二又来了，他总共生了三个孩子。所以他后来呢，在1950年代，他 move to Woods Hole， 那是 MIT 附近的一个学术的单位。那他是为了他的家庭，觉得说那个对小孩子的成长比较好，可是他继续他的研究。那这个中间就是经过非常长，他一直在 develop 这些 cloud。然后他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 Rossby 讲的，就是 cumulus clouds are great for a little girl。To work on, they are unimportant, so no one else is interested, and you can stand out like a sore thumb. 所以这个是什么 ？Rossby 哦，那是 Time Magazine 哦，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大气学家，就是大气学家的大师。他就讲说，可是他讲也跟他讲，他的意思就是说，反正这个不重要。可是呢，其实他也是为了他好。他认为说，其实他本质上说，反正这个小女孩你就去弄。不过反正因为不重要，所以也没有竞争，你也可以做得很好。这是他的 point， 所以他就叫他去做，所以他就真的去做了。可是这一做呢，就一发不可收拾。他就做了以后，突然发现一大堆东西。他就说，开始，他九安，这是九安，他就说开始，那飞机要来飞了，证明我的理论。他就开始要求，因为他就开始有发现很多的 new idea about cloud interaction， 包括云跟他周围环境的影响，他怎么影响整个的大气环流，他怎么样透过云的机制可以把 energy 从海洋带到台风，因为台风很高嘛，那可以透过云，你可以把它从海面的 energy 透过 latent heat 跟 sensible heat flux 带到台风，因为台风可以，因为台风本身是一个 engine， 可以让台风加强。所以在这个东西呢，然后呢，它中间又经过了很多的 struggle， 所以呢，就是 no women allow on field vessels， 是不是 field vessels？ 在什么 WH institution， 就是 Woods Hole institution， 他那个大学就不准女人不能进去这个。Vessels 包括船或飞机都是一样，女人就是不能去就对了。可是呢，他那时候因为他的成就，而且他跟那个军人他们军方呢有很好的联系，记得他是他们的老师。然后呢，然后他们也讲了原因，为什么 men and dress 男生都穿的有点就是说随性，然后没有女生的厕所，他们的理由也很正当，就是说我们也没有 no ladies toilet。那 women can lead， 这个是真的是比较女人不能做领导者那时候的氛围，所以就是不行 ，just not done， 反正就是没有。可是呢，军方来讲了 ，Navy boss says no Joanne no airplane， 所以这个就
倒打他们的学校了一大巴掌，说没有他就没有 airframe， 不然就整个取消。所以他有很强的 Navy support 他去做，后来他 做这些事情。所以这是他那个时候还用这个打字机啊，那个时候在美国的 UCLA， 后来他到 UCLA 就开始他长达几世纪的研究，三四十年的研究哦。后来他渐渐那个时候也随着时代的改变，渐渐的男女这些不平等就渐渐消除了。可是他一直在 fight， 他一直在 fight， 为了这些，因为他自己本身受到太多不平等的待遇，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得到教职在学校。后来他真的一开始在他那个年代，所以我后来上礼拜不是讲了吗？我们现在真的是少了一些悲情，现在真的是他那个时候真的是比较悲情，就是要一直闯啊什么的。可是现在真的是没有这样子的。那这是他在领导大型的 field experiment 的样子哦。那跟人家讨论，他在那个 University of Virginia， 在 NOAA 跟人家讨论的，就是说他后来呢就渐渐从 theory cloud theory 变成一个说他要验证他的 theory， 非要很多 field experiment， 因为后来发现说云的角色太重要。其实到现在气候变迁、全球暖化最大的 uncertainty 是在云的角色。那个时候连 Rossby 都没有想到，到现在云还是我们最难 treat 的一个问题。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完全了解这个云的角色，就做了非常多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hot towers， 就是可以从下面 develop 到很高的高度。我等一下从别的图给大家看会更清楚哦。可以看到，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也非常感谢那时候美国，因为他 push 很厉害，他就是基本上他是一个非常Never give up 的人啊，他就是不接受 no for answer， 所以他就 keep crying， 他觉得我非要 try， 我就不可。所以他那时候真的不得了，他 try 了40天的 expedition， 用飞机得到了那个时候没有的 data， 那个时候还没有卫星哦，那个时候还什么卫星什么都还没有啊，那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他开始得到一些第一手的云的 data， 然后那个时候人家还每次都笑他穿一件红色的短裤，九岸，然后这些男生一副就是不听他的话的样子。可是他是 Chief Scientist， 他画了这个漫画。然后呢，这是我们大气的，为什么这有气球？我们大气的通常这是我们做实验，探空气球，从地面上把气球带上去做实验，去量所有的大气的温度跟湿度的剖面。所以这个是那个情况哦。那大家可以看一个照面，就是说看到说这些云呢，如果它跟外面是比较干的雨、干的那个空气作用呢，它会影响，就是 intramural drier outside air is a cloud enemy， 会影响它的云的形成，然后会就是影响，然后会让它渐渐的那个 dissipate， 那会阻止它的成长。所以他做了这是种种的，都在飞机上，这是各式各样的云，每一个他都有一些理由。那同时呢，这是他把它跟所谓我们大气界最重要的 hard cell。大气环流的理论做结合 ，OK， 在赤道的时候有这么深，这么我们说的深对流，在赤道我们叫 ITCZ， 深对流，可以云可以冲到多少？这么高，13公里那么高，对流层顶，冲破对流层顶，所以这个时候是那个时候是大家不敢相信，那九万认为一直坚信说这个是存在的。OK， 可是他一直坚信，没有一直，所以他一直透过 aircraft， 后来才经过卫星，最后才真正的证实。OK， 所以这是另外他一个人格特质，他很 persistent， 他 believe in what she sees， 那他就一直 keep trying， 因为即使是大家都不认为那个重要，他是 keep going 哦。所以这是他在这个种种的 experiment 一直在做，然后你看这个 hot tower 后来就慢慢发现可以到12公里这么高，那。Many months and often years hard work， 这句话真的是，就是流血流泪流汗呐、啊，在后面 ，to map the clouds and show their patterns and size。那是很无聊的哦，就是云一直画，你一开始看，其实来我们大气系真是每一个人，每个同学一来就说，我从小就热爱看天上的云，就是我们是自视，我们真是，我各位老师好，我从每个自我介绍就每个人，我从小热爱看天上的云。然后幻想什么东西的，真的，我们真是每年常常 得到这个。可是
真正的看云要能够看到他像他这样，他把他真正的花了30年时间，真正的去深入的了解 ，to map the clouds and show their patterns and sizes， OK。然后呢，透过了 first aircraft 在太平洋了 ，found the hot towers， 那是他真正放。OK， 那这个就是真正验证。你看，这是 Trim 卫星，这个卫星呢是久岸力推的，专门研究云跟热带降雨的，叫做 Trim Tropical Rainfall Measuring Mission Trim。你看这个，这是第一次透过卫星的雷达看到了说对流可以这么激烈，对流哦，这是这么对流，大家这个对流就是从下面的。海面上可以有这么深的对流冲到这么高，14公里这么高，所以这个是在有卫星1997年以后，你看1998年马上就看到了久岸当年说的，所以这对久岸来说是非常高兴。他那个时候呢，后来他在 UCLA 工作一段时间，他就到了 NASA， 到 NASA 他就主推这个计划，而且他成功了，在 NASA， 后来他就在 NASA， 所以他在 NASA 工作了30年，在 NASA 退休。所以陶维国博士呢，就是在 NASA 跟他合作。后来久岸是做观测的，他从他的云的理论呢，从这么粗浅的理论做观测，提出假说，他很大胆地提出一些假说，然后做了几件事。第一个，用飞机去观测，主导整个飞行的计划，用飞机去观测。接下来呢 ，propose 一个卫星，设计了一个卫星，所以他是 Trim 之母，这个卫星之母去验证这些重要的。云的议题跟降雨的议题，降雨议题重不重要？太重要了。所以，然后为什么陶博士跟着他，陶维博士跟着他呢？是怎么样把它放进去 model， 放进去云模式？为什么要放进去模式才能做预报？所以这个是后来的状况啊。所以这是他的啊、这是也是他的那个。一些中间的那个奋斗的那个历程啊、哦，然后这就是又是一个漫画，就是 Hurricanes， 他们都是要讲台风的问题，台风的能量，台风怎么样可以有变这么强的强度？能量透过哪里？透过很多的 hot tower， 即使到现在大家都还在用这个理论，甚至从这个理论做出 refinement， 台风的能量是不是透过这些，甚至可以达到一些 super intensity？透过这些能量来，透过这些云、这些深对流，把能量从海洋上带到台风里面去，因为海洋上很暖，可以有非常多的能量。那所以总共呢，他 career span for 6 decades， 60年，他就是真的弄了60年。然后真的，因为有时候我还真的碰过他，他就是每次都跟他的先生，他白德伟他先生呢，最后一任先生呢。就是现在的先生呢，也是美国先生，可是也是很好，是一个，所以他们就是叫做 Bob Simpson， 他还活着，99岁。然后真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参加那 Hurricane Conference， 就是两老先生老太太推着轮椅，两个人坐在第一排这样子，就是轮椅坐第一排，然后还要问问题这样子，很难的问题，真的。所以这个东西还有很多是他先生提供的这些资料、这些照片啊，然后他先生。还要我们把这份 PowerPoint 一份给他，我们告诉他这个活动，因为陶博士还说要把那个，他说他要去他家挖那个照片，我跟他讲说要去准备这个活动，所以他还跑去他家挖那个照片，所以他99岁的先生还 provide 这些东西，我还把 PowerPoint 告诉他，所以他们也很高兴在台湾要介绍他太太的故事。那后来呢，他就变成一个 role model， 就在气象界就变成一个传奇人物了，因为他是第一个气象女博士。后来他就非常的照顾，他就变成一个非常，因为他深刻的了解说他自己遭遇过那么东西，这么多东西，所以他就变成很照顾，然后他就变成蛮凶的。其实我告诉你，不是说他变蛮凶，其实我要讲一句话，就是不凶，其实他没有办法 get anywhere。一开始说句实话，他不凶根本没办法，不凶的话，谁要听他的？他卫星怎么能够 launch， 飞机怎么能够 launch？ 那后来呢，他就。应该是说她是一个很坚强独立的女性来，不能说是凶啦。然后她为了要对 with strong determination， 因为她不接受 no for answer 嘛，就是非要。然后她也特别照顾女性科学家，因为她可以了解说他们所要遭遇的种种辛酸什么。然后真的，她在
2010年过世嘛，那去年过世，去年我去美国开会，就是我们美国气象学会的那个两年一次的大会。有一天晚上呢，就是要特地为了要纪念他，因为他刚过世一两个月，所以所有的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我就是真的是蛮感动的，就是说那天晚上呢，所有的人大家都自愿来参加，那所有的当年受过他照顾人都上台一一的分享当年他照顾他们的故事，那几乎所有的女性科学家后来就基本上上台就是分享，然后就是说他都对他们很凶。因为他很严，因为他是希望他们好，所以对内他都对他们很凶，可是对外呢，他都不遗余力的在帮助他们找工作啦，写推荐信啦。然后后来大家都很多的女科学家都哭了，就是说，就是想到他替他们做那么多，因为后来他虽然表面上很凶，可是他后来默默的在外面替他们铺路，帮他们做了很多事情。让他可以有一个比较 smooth 的一个 career。 那这位就是那个陶维国陶博士哦，他写了一封信为了今天的这个 event 哦。不过这个有点小，我把他的重点 highlight 一下，因为那个 powerpoint 反正也会给大家，所以大家 要看 detail 可以看。那这是 陶博士，他说 Joanne served as my mentor when I started myPostdoc， 他就是在做博士后研究的时候，在 NASA 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 在1982年，他说 ：“I never imagined that I could have worked with a legend。”我从来没想到我是跟一个传奇在一起工作了三十年 ，work with a legend for almost three decades。那他跟他 ，we have more than 60 papers as co-authors。OK。那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fter that first day, Joanne supported and mentored me, helping to develop my skills as a scientist. 他教很多，他除了自己做研究，他花了很多时间在教年轻人，在帮年轻人发展起来。OK, 那 Joanne has been a good example to follow due to her high expectations. High expectation 啊，就是爱之深责之切啊。他的标准是很高，要求是很高的。In doing quality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所以他基本上是要求很严格的。So she was a tiger in promoting and even protecting her people. She was a tiger, including me. 可是他是真心，因为他是希望科学要能够进步，一定要科学的品质跟要求。所以他最后说他 She took great pleasure in our advancement and our success. 所以这是陶博士写，然后最后他把他的那个恩师的种种的相片，他自己做成一个 PowerPoint 跟大家分享他的恩师的各个面向，他把它做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想要说哇，所以做到这样子真的是也是让人很羡慕，就是说 Joanne 做了这么成功的 story， 也是这么成功的 case， 这样 inspire 后面的人，然后他的工作还一直在继续下去。那对我们时间快要到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Joanne 的 summary 哦，还有一个小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Joanne 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女性 ，independence。OK， 这是我的好朋友 NASA JPL 的 Tim Liu 告诉我的哦。那这个就是说，其实我现在回头想起来也是真的，她如果不独立的话，是不可能在那种挫折的环境之下 survive。 可是他独立到一个很夸张的地步，就是说他很不喜欢人家帮他的忙，因为他很独立。所以呢，在80年代，他有一次访问中国大陆，这是一个真实故事，这是听众告诉我的中国大陆。然后呢，他就去上厕所，后来呢，他被人家用救护车抬出来。为什么？听人说，因为他太独立了，他不需要人家帮忙。原因是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的厕所不是坐的，是蹲的。那他从美国去，他根本没有不会用蹲的厕所。可是他因为他很好强、很独立，他都不要人家帮忙，所以他在那时候去的时候已经七八十岁了，所以那时候蹲下去就再也站不起来，就骨折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是。Anyway, 可是他真是一个很坚强独立的人，他不喜欢叫人家帮忙，自己能够做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做。所以这是 demonstrate 他是，就是说他能够自己做了，因为不要一直去求人家，他是很坚强独立的女生。
然后他重点是他 never give up， 他不 give up 啊，不管人家怎么挫折，他生三个孩子、离三次婚或 whatever， 他从来都不 give up， persistent， 他很 strong， 他才能够成功。然后 do not yield to the norm， 他不会向现实屈服。人家说女生不可以上去飞机，女生他不接受这种的，他不接受说你所谓的一般的常规，他觉得说什。他不接受说你这些游戏规则，人定出来游戏规则，他 do not yield to the norm。 然后他很照顾 young scientists， 跟 identifying with them， 很了解他们所受的痛苦跟他们之间的他们所受的 struggling。 然后他当然 long term efforts 跟 diligent， 就是没有勤奋是不可能的，这是他是60年的努力奋斗啊，所以他有这么很长的 long interest in science。然后对啊，然后我刚刚跟大家讲过，他在最后过世前一年还怎么样，还在 attending conference， 然后每次都在坐在第一排啊，就他超热爱的就对了。所以这个主要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关于 Joanne Simpson summary 哦。然后最后我要跟大家 acknowledge 一下 data source， 主要是谢谢陶博士跟那个 Dr. Peggy 在 NCAR 博士，然后有一些是 NASA 特别为了他有一个专门网页，为了 Joanne。还有大概有好几个专门网，就是 Earth Observatory， 这有好几个。那也有介绍陶博士跟他的故事，把他从小到大的生平写了。因为他一过世 ，NASA 马上就送讣文给全世界。所以他在 NASA 是有卓越贡献的女科，应该是 NASA 的大气的部分最有贡献女科学家啊。所以他也是，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美国就是说，幸好有他在啊，有什么。性别会议两什么，每次都只有他就去做证全部，然后就全部都 OK 了。好，所以基本上呢，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分享到这里。那谢谢大家。我们谢谢林依依老师啊，接下来我们是我们的问与答时间，然后我们先休息一下，请大家把手上的。提问单先写一写，如果有问题想要问两位老师的话，然后我们待会抽到提问的人可以获得中心的赠品。另外还有意见回馈单，在我们的提问时间结束之后，我们也会用意见回馈单来抽出今天的幸运得主，然后致赠我们的精美的球形立体拼图一份。好，谢谢各位，那我们待会先休息五分钟，我们回来，谢谢。好，各位观众好，我们 Q&A 让一位 incompetent man 来 serve 两位 distinguished female scientist。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洪连芳同学。洪连芳在吗？教授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马国锋教授，就是之前有一张 PPT， 就是写那个历史的，就是是末世先发现，然后再来是股市，然后再来是雷曼，然后就是刚好跟那个就是深潜一样，深潜也是末世股市，然后再雷曼，就是是潜的比较容易，就是比较容易先被发现吗？是这样，还是只是巧合？谢谢。OK， 就比较深的地震的话，因为事实上你要有比较好的仪器，因为要走很远，它从相当于从。相当于说南极到北极这样整个对角，所以你的仪器要变得比较敏感，因为而且地震要够大，你讯号才会收到。那相对比较浅的话，你在比较靠近附近的地震，就算那时候的仪器还不是那么敏感，你还是有机会收到讯号。所以应该跟这样子的有关。但是倒是从来没有想过那个顺序是跟深潜一起的。那事实上 ，Outer Core、Inner Core 事实上是在1930年大概左右就发现了。跟 MOHO 其实有差不多时间了，只是因为那个出生年月的关系，所以把 MOHO 放在前面，在 Gutenberg 这样子。OK， 我打一个岔问一下，从你清那个二十世纪那么多的那么早就发现这些东西，需要很多跨国的收集站收集数据。从二次大战好了，那个之后到现在，像这样大概有多少的？地震站是你觉得比较不要太细，不过大致你比较有效的可以收集数据的。对，大概在1960年代，就是全世界开始布比较好的地震仪器，那大概就是欧洲、德国、
是一个关键的位置，德国的就是波茨坦公约的波茨坦啊，波茨坦，然后美国就是 Caltech， 所以那时候在，然后日本东京，所以大家就刚好跨过这样子三个领域，那三个位置，那时候也是每个地方发展地震仪器都不一样。在1960年，我们开始有世界地震观测网出现，就让大家的仪器都一样，所以整个 calibration 在做校正上面会比较准确一点。那到现在21世纪，全世界的地震站大概是大概几百，就是以世界网来讲，大概是100-200个以上，不包括每个国家自己的。所以你看，每次地震一发生，我们就会讲说，哦，那个 USGS 美国地质调查所说这个地震发生在哪里，规模多少，因为台湾发生地震不是只有台湾可以感受到，是全世界的地震记录都记到了，或是说之前所谓的核子试爆，以前那个美国跟苏联在冷战时期那时候比较敏感的时候，很多地震学家事实上是在做核子试爆的验证，就是苏联如果在某个地方偷偷中一个原子弹，事实上全世界都可以记得到，所以那时候摆地震站的目的之一是在侦测核子核爆，而且核爆的讯号跟地震的讯号非常不一样，所以你在侦测核爆的时候，你可以知道哪个地方它在做核子试爆，而且核子试爆能量是多少，因为规模跟能量有关，它可以知道说这个国家有多少的原子弹的能力。那当然现在就比较没有，因为冷战时期已经结束了，所以很多经费就被裁掉了。那时候甚至我那时候讲说，因为冷战时期训练很多优秀的地震学家出现了，所以有时候很难讲。陈玉婷同学，在最后面。老师好，我叫陈玉婷。那我想请问马国凤教授说，他刚才提到，内核转的速度会比地球还要快。那目前有没有侦测说他们角速度的比是多少？还有有没有人推测说大概是什么样的原因？谢谢。那个比是有那个数据，我不太记得，我不晓得郑泰林老师记不记得？那 inner core 的转速。OK， 就一年一度左右，就比地球本身自转，所以是有那个数字啦，只是我没有记下来。如果你真有兴趣，可以去看。完了，让你去看 Nature 文章可能有点辛苦，但是可能一般的那个科学人杂志好像有报道过，或许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你刚另外一个议题是什么？我突然忘记了。有没有什么推论？推论的那个理论是，就是说去验证，目前还有争议啦。如果就说以磁场的变化，甚至有一些做地球化学的。的学者去探讨说，如果有它转得比较快的话，这些矿物岩石它是不是应该还可能存在？那他们这个是 commental 的问题，就是这是地球物理的发现。那地球化学的发现呢，就会想要去说，以这样的温度跟这样的压力，或是这样的速度这个岩石可不可能在这种温度下存在？所以有些不同的争议出来。所以现在对于为什么 inner core 会转得比较快还没有结论，因为这个发现到目前大概就是有10年的历史，所以也是我们每次为什么会参加国际研讨会，因为像我们老师会想要去国外参加国际研讨会，就针对了这个议题，就大家一直在不同的领域在做探讨，所以还是一个 hot issue 目前。谢谢。那外核主要也是铁和镍吗？外核带不是，外核带是有熔的一些铁镍，但是主要的固态还是在地球里面，还是二氧化矽还是占比较多的比例里面。Mantle 差不多的东西。对对对，就有点这个不是地球化学专家，可能有些地方会讲错，但是可能是重金属的部分还是以在 inner core 为主。那个是流体，那部分如果是流体的话，不是跟磁场的翻转可能有关系了。是，尤其它是固态的，所以它。而且刚刚讲 inner core 考保育快，搞不好在 inner core 跟 outer core 外面就有一个小的磁场也不一定，所以那就是变成它是一个发电机 dynamite 在里面，所以才会产生是不是有可能跟磁场翻转有关？那现在做磁场翻转其实比较多的是在欧洲，因为那个一算算一个地磁翻转，但是几千万年一次或是几亿年一次的翻转，计算机一算要算一年了。就说你今天一个 input data 进去，要一年之后才知道结果是对不对？所以没有一个甚至台湾的一些研究的单位都没有能力来算这件事情，因为你还有一个很大的计算机来算所有的运作。那所以可能持续看一下一些Cambridge， 我知道 Cambridge 有些人在做，或 Imperial 就英国那边的一些研究单位在做。这边有一个问题问的其实不是很清楚，他也没留名字。不过他有一个问题是说，
为什么云可以冲破对流层？对，应该不是说冲破对流层，它应该是说一般对流层大家认为它的高度是十公里，只是说它可以冲得很高的意思，不能是说它冲，不是说冲破啦，应该是说它可以顶得很高的意思。他后面顺便问了一下，其实相关的就是说，是不是原来大气学家都没有想到会冲到那么高？对，因为没有想到那个对流。有什么原因不认为会冲那么高吗？因为动力的原因，或热力的原因，因为你从来没有想到过有这么多的能量可以 go all the way， 在这么剧烈的状况之下 go all the way up。Okay. 所以过去是没有，那现在当然是有了。詹浩勇同学，这位已经进了大气系了。那个我有两个问题，就是首先就是要请问两位教授，就是大气科学跟地球科学，就是我个人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你没有办法把它关在研究室里面就去看它，这样你一定要走到外面去。那你们两位在出去研究的过程中，就是像就是马教授是那个地震的时候有爬上去嘛，然后像那个 Simpson 断了，其实我在爬的时候，就是那个 Dr. Simpson， 他在那个也是搭飞机，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然后是怎么克服的？然后再来就是像那个 Dr. Simpson， 他那个时代是有很多就是对于女性的一些不公平的那个，所以就是就算是现在，就是现在的台湾还是没有完全落实性别平权这件事情。然后就是请两位教授。就是给我们这些高中女生有什么意见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我想请问林毅教授，就是，等一下我忘记我要问什么，对不起，那个，哦，就是如果不敢搭飞机的话，还是可以研究云吗？先回答他的问题，蛮可爱的，但是我想。现在有人造卫星了，所以不用当飞行员也是可以学大气吧？先替帮李毅老师回答。你讲到野外，其实野外是一个，我之前在念地科系的时候，其实对于野外调查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可是当我开始真正做这个领域的时候，你在做你在电脑里面在算的东西，然后你走到外面看到验证，那是感动的。我当然有时候会取笑一些地质学家，尤其是台大地质系的老师，因为跟他们是好朋友。我就说，你看我们地震学家，全世界地震资料 FTP 资料都到我办公室来，对不对？然后我在城市里面算算，我就知道说，哦，基地地震在北边移了10公尺，在大坑移了2公尺，我就全部都算出来，我不用跑到外面就算出来。那个地质学家走的脚都快断了，才到那一点说，哦，这里有10公尺，哦，这里有2公尺，所以到底谁比较优秀就很难讲哈。我是跟他们开玩笑，但是我话说回来，我还是跟他们报一下说，但是话说回来，我们怎样模拟出来，还是要看到来做验证，才能够真正相信理论。所以我现在所谓的出野外是，当你算出一些东西之后，你认为说以这样力学关系，哪样的地方可能有这样的行为，你走到那边去验证，那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那如果不一样。你大概可以去回来你的理论的部分来做探讨。那像汶川地震，我们有去；像阪神地那个这次的东北地震，我在上上礼拜过去，我下个月可能要去看那 tsunami， 高度30几公尺。那整个过程是我们去看野外的这些数据来这个修饰我们的理论啊，然后让科学更进步。所以没有所谓的困难，但有困难，因为走的脚快断了。所以我记得那时候911地震第二天，我们这样徒步走，而且要爬过那个断桥，很高。那我做地震的，想说余震随时会发生，规模7.3，余震6点多，随时都会发生。要爬过去，万一爬到一半，余震来了怎么办嘞？对不对？所以我跟那些地质学家一走的时候，他们走过去，我就跟他们说：“哎，你们是地质学家哈。”我是地球物理学家，你们爬就好了，我在旁边看就行了。然后他们就说，可是我们过去就不回来了、欸、好吧，那我只好跟着爬。可是我爬过去的时候没有余震啦、啊、其实真的是第二天只有一个规模6.8的余震，那个桥就断了。所以事实上是做地震学家还是很怕地震的，我只能这么说。那另外你说男女的问题或挑战，我觉得台湾的社会至少吧，在我地球科学领域里面，我没有感受到那么强烈的不公平。我们女性可能真实都是刚刚林毅老师说的都很凶吧，
不应该用凶来形容，是说都很 determined 加坚毅嘛。所以而且我每次跟他们男性讲说，好男不与女斗，我们对科界都是好男，所以都没有人跟女斗，所以都不错。对他对，所以然后白的位。欢迎你来我们台大大气系，我们系的女生厕所已经比男生厕所多了。我们系主任我每次都说我们女权高涨，所以没有我必须说，其实台湾其实是一个很开放自由的社会，其实这是我们应该珍惜的。真的，我每次觉得说我们其实很幸福，就 the fact that 我们可以在这边讲啊很多东西，其实我们台湾真的很自由开放。所以我是说真的，并我完全没有感受到，就即使是我你是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也没有感受到，所以表示这近几十年来我完全都没有感受到。所以应该对，然后至于说你说的那个云的那个，当然云的研究其实你可以从两个部分，一个是观测的部分，一个是模式的部分。所以模式当然就完全不用出去，模式就是在办公室里面跑电脑。所以像陶维国博士，他就是专门九案做观测跟一些理论的发展，他就要负责用模式，他可以做出预报来，怎么样把云参数化到模式里面去。所以模式根本就不用去外面跑。那所以分模式跟观测，所以观测部分你当然可以用飞机，不过你不敢坐飞机没有关系，现在主要很多卫星，就像包括 Trim 卫星，包括九案这些 effort， 反而你还可以看到更大范围的，因为像整个太平洋你没有办法一天到晚去飞，然后特殊的状况，所以现在很多可以用卫星来做观测，还可以做现场的观测，就是反正你进了大气系，我们就会教你放气球啦什么，然后还可以坐船啊，你会晕船吗？好，那所以还可以陆地的观测，或是现场观测，还有用雷达观测看云跟雨，那就是还有那种，我们还有像中央大学还有那个你密集观测的时候，还有一台车子的雨。架的那个雷达，所以还可以，比如说有特别像的天气状况来，就可以冲过去去做观测，所以不用担心，对，不，因为坐飞机其实飞机位置也没有那么大，就是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的，对，所以说不过危险性是有一些，不过现在都蛮安全的，对，包括我们去年穿越超级台风，去年 Maggie 台风 Super 台风。去年我们台湾跟美军合作穿越台风，都穿过去量到有史以来最强的风，那大家都平安去平安回啊。对，那个飞机比较大，还是美国海军的飞机 C-130， 所以都还蛮安全的。所以张同学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如果读得不好或做得不好的话，你的借口会要不要少一点？成功中学的谢立芬老师。说在目前在整个台湾的教学的就升学的环境之下，学生对地科他觉得这个好像发展没有那么的多，所以我现在想就是请两位教授可以分享一下，对于在场可能很多的学生，也许不同年龄，就是对于那些喜欢地科的学生，在现阶段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或是勉励，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对于一些学生他们很喜欢科学，可是现阶段也许对地科还没有特别感觉，那你会不会从哪个方向来引导他们，以后也许有些机会可以走到地科这个领域里面？我就先回答喽。像我要考上大学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地球物理，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地球科学，我就是联考填志愿就考上了。我那时候填志愿呢，因为一个哥哥是学物理的，所以我只需要物理跟数学，所以我只填物理系跟数学系。对不起，陈老师他是化学系的，我没有填化学系。那我要填地球物理的时候，我就问我哥说，什么叫地球物理啊？他说，反正就是研究地球的物理嘛，就是一种物理啦。我就填了，那我就上了。OK， 所以就很难讲，你说什么叫做兴趣啊？当然，现在很多小孩可能很早你就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啊。我们在高大学的甄试的时候，就像林一老师刚刚讲的，我们有些老师学生来甄试，甄试的时候他对地球科学，他觉得山很美啊，然后那个风景很漂亮，所以他喜欢地球科学。他结果没想到念地球科学竟然修物理跟微积分，他觉得真痛苦啊！为什么看山跟看海必须要学那个物理跟微积分啊？我就说，因为你如果要念到学术领域，你看山真的不是只看风景的。你要看这个山为什么会长这么高，
为什么台湾这么小的山可以长到这么高？那你就要有力学了，力学就要学到物理了。那你要力学的时候，你就开始算了，所以你要算到微积分了 ，OK？ 或者是我刚才讲那波要怎么走，你就要学到一些物理的相关性。那刚刚提到说，那你看温度那么高，所以你可能要看到化学的变化，所以这是基础科学啊。所以我刚才回到魏老师的答案的问题，就是说，我是觉得。不需要画地自限了，兴趣是可以培养的，除非你有很特定的不喜爱，那当然就没有办法。那如果你没有特定不喜爱，在十几岁的时候、二十岁的时候，你就是尽量吸收，你慢慢去把你喜欢的东西 sort out 出来，就是筛选出来。那你继续往那边走，你可能就找到你的方向。那回到你刚刚第一个问题来看，确实我们有碰到太多的学生，是他想要念地球科学，然后父母不让他念，也有很多。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的现实的问题，什么叫热门，什么叫不热门。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幸运的地方是，我的家长从来没有设限我应该去念什么叫热门科系，什么叫不热门的科系，他就是你喜欢你就去念。我直接我联考考完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哇，考完了我开始要狂欢一个暑假，所有的书都可以烧了，因为我再也不可能重考了，不管考到哪个大学哪个系我都去念。但我没有把书都烧了，书还是留着，就是一个 很自在的学习方式。所以以现在的年轻的朋友来讲，我真的很难去改变他们的家庭的教育方式了。有些父母回来，就我想在座有很多是父母，你可能会替小孩子担心。你可能念法律系最有保障，而且钱赚的最多。当医生绝对有工作，钱赚的也多，这个价值也这个生活的这个生活品质不见得高，但是生活地位蛮高的。所以我想每个父母可能就是希望给小孩一个安全的路，所以他会担心说地球科学，我不知道你以后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其实地球科学可以有很多的工作做了哈，这是题外话。那完全是看这个小孩自己。我不是要你们做家庭革命的意思，但是。或者是你以后自己当父母，你如何让小孩子决定他的兴趣跟发展，这个是真的蛮两难的，因为父母总是会担心。但是回到地球科学领域，事实上我们有好多议题是我们必须要解决。例如说现在的我常常跟比较有机会跟一些行政单位在开会，我想说台湾的现在所谓的国安局，我们不用再担心什么中国大陆来打台湾了。国安事实上是国土安全的，国土是自然灾害，比外面打我们还要严重。现在台湾因为自然灾害所死亡人数比战争的人数那多几百倍，那我们也在上次才 跟国家建议说不要再防空演习了。防空演习，我从小做防空演习三十几年了，我们现在应该做那个维安演习，就是在一般的灾难演习、地震演习。这事实上是比防空演习还要重要。当上个月又在防空演习的时候，觉得说啊，天哪！但是当然我还是乖乖的在里面，不要出去啦，哈。但是大家的反应就是说，啊，大家在里面不要出去。那慢慢的，我们想要改变这个政府或是社会大众的心态。所以地球科学，如果大家还是有兴趣的话，地球科学要做的问题很多，包括现在地质法的问题啊、土石流问题、建筑安全的问题，还有高铁下线的问题，这些都是地球科学领域要做的。啊，包括核能电厂的安全的问题，你要盖那个新竹科学园区，你要盖到哪里？那边有没有断层？这都是地球科学领域的东西。只是地球科学听起来太模糊了，所以我们的科普很重要，我们要到外面去介绍很多相关的知识给年轻的朋友。所以我也希望父母不要担心你小孩的未来，只要他做得好，他就会找出他的未来。大概是这样子，谢谢。林老师呢？对，然后我是想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很感谢。其实谢老师，我要讲一下成功高中的谢立文，他真的非常有心，他是一个非常有心的地科老师。因为在来之前，他其实常常上个月他才带团，带他们全班的学生到台大地质系跟台大大气系来，跟我们约了，然后做整个早上的参观，然后跟我是尽最大的力气要把地球科学介绍给他的学生，所以这点是非常感谢。其实我觉得 key point 是有没有有心人。像是谢老师这种，因为我后来发现说，在我们种种跟很多不同的高中接触，发现说有没有一个有心人 makes all the difference， 真的。因为后来上礼拜科普演讲完了以后，有同学来讲说，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接触到地球科学的相关的资讯，虽然很有兴趣。那所以，可是有一些学校，像成功高中还是北女，他们就完全受到。超多的，然后一天到晚教授去演讲之类的，就超多的。所以我发现说，在高中其实有变成一种
M 型社会这种两极化，就是地球科学 M 型社会。有的老师甚至是有的可能是物理老师去教，或是化学老师去教，然后可甚至不就是或是生物或是华莱，我就不知道是什么科了。就是说，就是不知道是怎么样，所以发现说那个其实那个落差相当的大。所以我觉得说，除了这个部分的话，可是我觉得像是透过像这一类系列的演讲就可以，除了万一在学校得不到，从老师那里得不到的话，就要必须要透过这种大型的演讲这些活动。同时呢，我是不知道，我相信很多大学都有，包括台大、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每年大气系都有举办大气营，然后地质营也有地质营，都是欢迎那高中生来参加的。所以这个营队呢，就是又寓教于乐，暑假营队，所以那个时候又不会占用到大考试时间，那就是一个很好的管道。高中营的概念，在大学很多大学都有办这个地科营。可以利用那个机会给高中生有机会来参与。那至于说父母期望什么，其实进了学校现在哦，我是不知道别的地方状况怎么样。像台大现在就是转系辅系双主修非常的多，就是非常开放，很多辅系跟双主修。我们系最近有一个博士班的学生，他当年是什么系来的？大家猜猜看，国贸系。所以我想说，哇塞，国贸系你来考，你行吗？真的，就是说，就不是说行或不行，就是说你。因为国就是毕竟微积分甲、普物甲，我们这个都是用甲，我们是理学院嘛。可是他就是从小真的是一个对云、对天气有兴趣，他是真的，所以他就真的是一直，我就想说奇怪，修课带有一个国贸系的人来选什么大气辐射学什么的，就他就真的来。然后后来呢，大学部他以国贸系毕业。可是他就顺利的真试考上台大的，当他可以选择人生的时候，他就顺利考上我们系的研究所硕士班，后来就变成天气学助教，现在已经进入博士班了。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当你年轻渐渐长大，自主性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有机会渐渐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不过要坚定。所以像我们那位同学就是这个成功的例子。然后他，可是他没有采取违背父母的方式，他在大学的时候他还是得到国贸系的学位，可是他还有辅系，还有双主修，所以不必到家庭革命。可是等到他年纪大，他觉得说他自己可以决定的时候，他就选报考他自己喜欢的科系。所以我们越来越多，我们系越来越多这样子的学生，都是从外系转过来。所以 这些机会都是有可能的，只是说就是大家要 keep an open mind， 就是那就不要放弃自己的兴趣这样子。时间有一点过了，我利用我是主持人的身份，刚刚的问题其实碰到两个面向，在台湾都没有标准答案的。第一个问题是说，年轻人在我们的环境里头，包括在自己的家庭里头，以及在学校同侪的情况之下，有多少的机会可以坚持自己的兴趣？这件事情在台湾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小孩子在家里头，或年轻人在家里头，怎么样坚持自己的兴趣？如果真的你有很明确的兴趣，而家里是坚决反对的，这种情形当然是有的。好，不过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年轻人说不定也没有太清楚的自己的兴趣，所以没什么好坚持。好，那台湾的社会很现实嘛，通常在家庭里头来讲的话，这个是高永泉常常在讲说，台湾是反正中华文化最重要的就是福禄寿，这是他常常讲的。就是在福禄寿的情况之下的话，什么东西就先问，哇，将来找好不好找好工作？其实任何一个大学进哪一个系，将来好不好找工作，这个都没有什么答案。不过年轻人的坚持是一个学问，也是一个艺术。我可以讲一个故事，是我自己女儿，她在高一的时候。景美进一队，他高一上就进了一队，他还问我呢，我就说好啊，当然就是进一队没什么 OK， 可是我说你不要成绩往下掉，我还是盯了这么一句话。那他当然进一队进得很愉快啊，早上他平常睡懒觉的人，早上可以五点钟就起来跑去早上去操枪，然后晚上的话都搞了七八点才回来，然后第一学期就两科不及格然后我就跟他就直接对起来了，对不对？我说叫他退出啊，什么什么，哇，差一点家庭革命。然后后来想起吴云章教授，吴云章之前还做过我们的台北市教育局长，
他有一句话我突然想起来，他说台湾了解十几岁的小孩子的爸爸非常少，这 incompetent man 再重复一次那他说尤其是了解女孩子的这样子的爸爸其实很少，关心的都很少。那我想到文章跟我讲的这句话，自己想一想说亏我自己还觉得自己常常 open mind， 所以我就去跟我女儿道歉。道歉完以后我跟我女儿的关系变化很大，因为我现在想说一对是好事，那成绩当然是受到影响，这是事实，不过他选择一个没有错的事情，很坚持而且很有毅力的去做的时候，我为什么还要 discourage 他？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还蛮惭愧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刚刚提到台湾的师资培育，在我们要面对的台湾的教育会是一个很重要，未来十年很重要一个问题。我们的小学老师应该有非常高比例的不分科教学，换句话说，他可能同时要教国文，然后社会科学，可是同时要去兼数学和理科，这是可能的。那在数理的老师不够的情况之下，有的时候可能其他的学工艺的、学体育的也要去兼这样的课，这也可能。可是台湾的大学，即使是我们这样台湾台大的这种一般大学和师范的体系，都没有真正的教一个大学生在毕业之前怎么样让跨科的之间能够有连通的学习，那种广式的这种博广的这种以及面对自己将来工作应该有的这种决定，您刚刚那个马教授刚刚说的这种坚持和智慧其实要有很多的判断，这样子的在大学你都不教的，所以直接进到职场去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挑战。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是应该他们要面对的。那如果我们做家长的和做老师们的或者学校做主管的通通都只是考试的那个录取率最重要和分数最重要，还进所谓的将来比较可以赚钱的科系最重要的话，我不觉得我们应该有权利去怪这个社会的教育，这个怪这个怪那个，因为我们通都有份。我想我今天本来说还想留最后一个问题的，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先停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请老师们帮忙抽一下抽奖，先把奖发了。那这样好了，我们先热烈鼓掌，谢谢我们的两位马教授和林教授，我们再来抽奖。不止，一共要抽几个？由玉婷来负责。好，今天我们有准备四份的那个立体球形拼图，然后我们就请我们老师一人抽两张，好不好 ？OK， 好。如果我自己没丢可以抽到我。好，一张对不对？一张。我要念吗？可以，等一下再一起。呀、yeah, ，你可以念。念 ，OK。请他们出来。我们第一位是一位高中生张嘉玲同学。来，麻烦张同学请到前面。你的学妹吗？学妹哦。坐车坐那么远来，当然要得个奖回去了。那我还有一位，另外也是一位高中生，不会是我们南洋女中的吧？我不知道，林雅璇同学。啊！没有作弊，麻烦请到台下。没有作弊。然后那林。林子平同学，林子平，好，陈明玉，你都往那边看，陈明玉，还有刚好两男两女，那就麻烦请老师颁奖，来，谢谢。那我们请同学们就一起合照好吗？还有主任，一起合照。我们一起拍张照，一、二、三，好了吗？好，谢谢。多谢多谢。还有其他要抽的吗？没有了。好，那我们今天到此结束。我们再一次热烈鼓掌，谢谢马国锋教授，也谢谢林一教授。